到了小美电话，他们需要见个面，谈论关于女孩的事。在餐馆里，小江才知道了女孩的经历，她被校长侵犯殴打，好在因为年龄太小，最后才幸免于难。据女孩所说，遭受侵犯的孩子不止她一人，加害人也不止一个。说到这里，小江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暴露了女孩所在的医院。等小江二人返回医院，房间内已经空无一人。就在她准备追出去时，小美听到了啜泣声，那女孩藏在柜子里，这才躲过一劫。在人权中心，女孩对着摄像机用手语讲述了校长的暴行。激怒了小美。아줌마아이들이학교에서그런일을당했는데다들자기소관이아니라고하면도대체이게누구소관이란말이에요시청이죠面对小美的指控，警察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从始至终都没正眼看小美一眼。这警察队长前几天刚收受了校长的贿赂，怎么会为孩子们发声？好在小美的同事联系到了首尔电视台，他们很愿意报道这次事件。当孩子们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所谓的正义也终于降临。张勇士，这个一个智障的女孩被教导主任绑在了桌子上，胶带一圈圈的缠绕，女孩根本动弹不得。每次回忆起来，她都会十分痛苦。更让人气愤的是，女孩遭遇的侵害不止一次，而是有很多次。每次教导主任都是以糖果诱惑，然后再施以暴行，甚至变态到每次施暴她都会录下来，留着以后慢慢欣赏。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校长一行人终于被警方抓了起来。可蛇鼠一窝的警长却在运送的路上停下了车。他提醒二人要动用所有人脉，寻找一个法官出身的律师，而且至少是部长以上级别，这样就会达成所谓的前官礼遇。拥有前官礼遇的律师，第一场官司所有人都会帮他赢，这是司法界默认的事情。当小江知道对手如此强大时，瞬间觉得身心俱疲。大门打开，嫌犯们一同入场。这人都怎么这么똑같냐이거는사실第一个证人是学校的保安，辩方律师避重就轻，只问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询问他有没有见过校长等人与孩子单独待在一起，保安直接否定，甚至那天小江差点撞破侵害时的经过，保安也信口胡说，他说自己进去查看过，里面并没有人。这时小江意识到校长众人已经买通了所有证人，到检方提问时，律师直接扒出了保安所有的黑历史，偷盗、抢劫、强奸，如此品行的保安说的话根本就不可信。第二位证人是医院的妇科医生，他检查了智障女孩的身体，身体受伤严重，已经不是处子之身。可医生却在字里行间表示，不是处子之身并不能说明什么，
因为一些简单的动作也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检方律师一针见血，问医生为什么会写两次分析报告。按照第一次报告上的内容，女孩遭受的侵害并不全是近期所为，最少也有五年之久，而智障女孩在五年前却仅仅只有九岁。说到这里，辩方律师马上站了起来，他觉得如果九岁就遭遇了侵害，那一定是源于自愿和配合。此话一说，人群顿时就炸了锅。第三个证人正是遭受侵害的智障女孩，她全程紧张地咬着手指，在指认加害者时，她将三人全部指出。在问到多少次时，她伸出手指，一次，两次。在仔细回忆之后，她攥紧双拳，痛苦地发出声音，很多次，非常多。从三年级开始，教导主任每次侵害她时，都会给女孩1000块，让她去买饼干吃。当回想起被侵害的种种，她竟然当场失禁，尿湿了裤子。这些都是口心骂的，这比起来判啥的，这还比着骂的。当日的庭审结束后，小江二人收到风声，校长一方已经开始与孩子们的家长寻求和解。当地法律规定，如果加害者能得到家长的谅解，那么超过13岁的孩子所说的证词将会全部失效，男孩只剩一个奶奶。智障女孩的父母也有智力缺陷，只有那个女孩父母不在，也就是说如果协商之后，将会只剩下女孩孤身奋斗。小江接受了恩师的邀请，可辩方律师也在酒桌之上，他将小江之前贿赂给学校的钱如数归还，并且还多了几倍，就是希望小江能放开这群孩子紧握的手，不再掺和这事。荣华富贵、高官厚禄都在等着他，可小江却只对恩师说了句抱歉，就转身离开。강선생어린따님생각도하셔야지따님이많이아프다면서요。小江沉默许久，却还是离开了那里。他痛恨自己的无能，无法给女儿最好的治疗，母亲卖房筹来的贿赂现在也无法拿回。他开始捶打车窗，一下又一下，越来越用力。他不停地发泄着心中的愤怒，直到车窗破碎，他才停了下来。智障女孩的家里已经同意和解，而男孩的奶奶也因为500万元韩元签下了和解协议。许久不见儿子归家的母亲，终于在法院找到了小江。他看着女孩，严厉地训斥小江：干好工作，养活家人才是他该做的。至于正义，不是他能左右的。你딸소리보다가가더소중한게가。小江顿时怔住，可稍加思索，他就缓缓转身。예그런일당했을때나거기있었어근데아무것도못했어지금이손놔버리면나소리한테도좋은아빠가될자신없어。庭审现场，女孩对着双胞胎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依靠他们的反应成功指认了校长。听着女孩的描述，母亲的内心也有所触动，她慢慢明白这种正义必须有人来捍卫。随着证据越来越多，情形对加害者也越来越不利。庭审之后，在楼梯口，小江收到了母亲的饭团，这正是来自母亲的鼓励。当小江看向母亲时，我在他的眼睛中也看到了太多太多。现在只有男孩没出庭作证，可面对他期待的眼神，小江只能把他奶奶为了500万而接受和解的事告诉了他。男孩满脸不可置信，随后就哭出了声。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奶奶会这样。想想死去的弟弟，男孩激动地不停比划。小江见状，只能将男孩紧紧抱在怀里，因为他答应过男孩，一定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半夜，小江被女孩叫醒，他想起了一个细节。在被校长拉进屋里时，电视上播放的画面就是校长侵犯智障女孩的录像。小江和小美马上行动，果然在办公室中发现了摄像头，也找到了校长记录下的犯罪经过。看着录像中的日期，众人很是开心，因为录像那天智障的女孩还未满13岁。即便家人和解，加害人也会受到惩罚。这么确凿的证据，即便对方律师拥有钱官礼遇，他们也难逃法律的制裁。可这种证据并不能在庭上播放，只能由律师亲自递交给法官。开庭那天，小江在自由、平等、正义的牌子前驻足很久，也看了很久。这次没有庭审，直接开始宣判，从非常恶劣到予以严惩，大家都期待地看向法官。可法官却话锋一转，赞扬起加害人的贡献。综上所述，三人最高被判刑8个月，并且全部为缓刑。宣判完毕，众人嘈杂不已，支持校长的人们不住欢呼，聋哑人则开始冲击法警。原来从始至终，这都是一场戏，做给世人看的戏。法官是校长的人，甚至连为孩子辩护的律师都是校长的人。讲到这里，我十分抱歉，电影并没有给我们想要的结局，因为它改编自现实案件，现实往往比电影更加残酷，
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